我的妈，我的妈，我的肌肉，怎么当地的摸一摸？真的有哦，霸气一点哦，好，直接用手摸了，哈哈哈哈。这就是虎爷的霸气。庆红衣二破亿，虎爷吴念炫裸鸡鸡。电影《红衣小女孩二》上映一个月破亿，派出小鲜肉虎爷吴念炫卖肉卸票。我的妈，我的妈，我的光头里，怎么光给你摸，给你摸？我要整你全裸的收肉，就要 F 啊 F 啊左右左，我要每天都对自己说加油，那我寂寞。其实我刚刚上面的时候很怕高啊，就是来那时候来试爬的时候，我整个。觉得很可怕。是说两人初次挑战打一幕就跟打卡对戏。我的对手戏是杨丞琳居多，因为她是在里面饰演我的妈妈。我一刚开始面对她的时候，有一点点小小的不敢接触，但后来有一次她在表演课的时候，她亲了我一下，从此之后呢，我就对她整个卸下心防。这么好？对，因为她可以亲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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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